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This。好，这一次打算把全形态的巴达克给拿出来使用啦。除了大圆巴达克之外的所有形态啦，最初形态，超一、超二、超三、超四，然后时空穿越的巴达克，呀呀呀，这个是可以无限叠防嘛？卡克哎，然后竟然都是巴达克，当然就是要拿来打最凶一族弗利扎三吧。红旗这边想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，极限在，然后都看觉醒，再配上对最凶一族对大王特工的巴达克，想来问题不大啦。然后最后我们再补上一个孙悟空系谱 10% 提升，有下，那么就直接触发吧。不过比较可惜就是这一张巴达克他没办法吃到那个登场动画，因为没有悟空，可是有弗利萨在，那么就是会有了。好，队伍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直接出发。沙爹他说这一队想要玩很久了，全形态的巴达克卡克耶。全开。我说超三巴达克跟超四巴达克摆在一起好像会比较理想呢。卡卡拉多，哪里？呀，卡克哎。OK， 这边是两张都黑发的嘛，那个就不管它了。哦吼，一来就可以变身，可是这边是绝对不变的啦。我们看一下，14万、14万、17万，然后会被仙宫必杀。切都麻醉，不过就算了。阿甘，只能吃得到一个红珠，能力不能全发挥，不过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这边是属于克数啦，应该不会太痛。OK， 七万五。好，那么这边就开始无限叠防。好啦，一个叛起，再来。哦，叛起啊，没啦，没有连了个普攻，好可惜。不过这边的话是需要让我们的巴达克然后变成巴达克一路叠上去。哇，这么猛的吗？我操，直接灭掉了弗利萨，杀死干巴达克！巴达克哟，この真の力を見せてやるぜ。20万、27万、16万嘛，吼。然后最后多多的红猪旗的能力最大化，然后必定会星一个啫，哦，423万池哎，然后每一次开必杀防御力就会上升，不过很可惜啦，需要有其他的超二啊或者超三类别存在，它才有最大四连发的可能性啊。哦托盘起，哦，二连发，哇，这个防御力绝对是高的啦，死力啦，然后哇，没开六也有410万，不错啦。这边是有两个普攻的，灭妖害，对着妖害，砰的一下下去啦，有外扎克没，然后这边，这个是。我们的超四巴达克，哦吼，这边应该会有蛮大的活力，血量90%以上的话，必定会星。哦，这边好像没有哦，应该问题不大了。啥的啥的，一个子，310万，哦吼，这个火力不错那整队巴达克蛮不错的喂。哦吼，再来，没有了。680万，是715，将坑叛气，
哦啦！全属性效果拔千再火力，想不到巴达克队伍是这么的愉悦啊！塔诺西米，怎么个样子？然后三颗红珠，看一下哈、哦，刚才开了两发必杀之后的超额巴达克，41万的防御力，再两发还可以再提升多80%。恐ろしいの力だ。哎，問題な448万。想不到巴达克全组上来会这么猛。好，这边是552万嘛吼，必定会星再来啊！彩星大佬好像不怎么给力喂，15连击。好，400万 ，OK 啦，再来，483万，这个火力，绝对是可以的啦。哦，头前面会先攻必杀的话，巴德克，呀，隶属的上去好了吧，我说现在其实有一点想要让这一位变身，可是应该不太行了。开 Wish， 门戴纳斯，这个样子，最后一个子，好痛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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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扛得住吧？48解伤，门戴纳斯。然后刚才初登场是90%嘛，473万，判起必定会星，血量90%以上必定会星，哇，这个真的是送。然后无限叠防巴达克，我看差不多也要找个时间啦吼，让这一位巴达克给变身。不过太早就使用这个无意识号，后面感觉会蛮痛苦的。OK 的，一个子，碎了，哇、哦，去到500万。感觉每一位都有单回合500万以上的实力喂，我靠了呀，此外走。OK， 剩下最后一下，刚刚好把被动给叠满。可是好友这一张好像没有到很猛大家不觉得吗？好像有点小普通哦，这一次。我靠，两个隶属。有一点小痛苦，这个样子的话就来了。OK， 有减伤。那么就温戴纳斯28万、33万、48万哦，这个 take 开。这个样子啊，等下红珠顺一下，为了顺一下红珠，回避，哇，还是有一点小痛，不过必定会星，378万，好啦，一个子。摩托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卡克的世界了。老说巴达克真的是好帅哦，三连必杀，这样子就上千万的输出了。哦啦，可以嘛？这个简直就是哦 ，OK， 哦，回避掉了，死哎！杨肯叛气。哇，这个只有349万，少了连接跟辅助，
整个能力就掉下来了。可是最大三连必杀了，在这一边，哦，我真的是触发了，这样子也是有千万的输出啊，死人啊！哎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他们的强度猛到一个啊，猛到一个不行啊。OK， 这边有一个全属性效果拔群。OK， 762万了、啊。是还没叠满是吧？这个巴达克这么久了。啊，终于来了，我们等。哦，1000万，难得。为什么这个差距也太多了吧？连击必杀过后的差距也太多了吧？哑巴。我觉得巴拉克已经可以自成一队了，凶，超级凶。嗨，塞尤纳拉弗利扎萨玛，给塞克这么个样子的话，绝对是キモチ34亿，然后16万、33万、28万配上一个 Wiz。嗯，本身克属，然后防御力不错。最后的话，登场五回合内减伤18%，这样子有58%的减伤。それじゃ行きますよ。这边的话要稍微保留一下那个红族去下一回合。OK， 所以行くぜ。巴达克哟，然后必定二连击，863万的火力，哎 ，sparking， これこれ，啦啦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好爽哦，拿了打发1000巴达克来 VO 大王，slash， 哇，1711万。而且最大三连击，哦，摩托，哎，每次第三下都连普攻，搞什么啊，巴达克 ？OK， 大王的必杀开在这边 ，safe， 40%减伤，配上将近50万的防御力，完全是可以了。门带纳斯，接着就是我们的江肯叛起，640万，哦啦！全属性效果拔群，哦，2000万的输出。最后我们的超帅巴达克 ，Sakenai， 哇啦！哎，三连必杀的可能性磨苦了，来 ，last， 422万，哇啦哇啦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说不定真的是可以让巴达克改变未来哦，这一轮。OK， 留了这么刚刚好的血，然后下一轮让我们用这巴达克的主动技来改变未来吧。哎，可是这么主动技用不到，这他妈的！战斗开始三回合内以后，除了自身外，队伍内巴达克队小队要三体以上啊。哦 ，OK 咯，要不然就是血量50%也是要干，哈哈，血量太多了，出不到招，开不到主动技。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一号位的防御力没有，ちょっと可愛58万，哈哈，等一下算一下啊，巴达克小队的成员零，哎，还真的是零位，嘛，好厉害子，这个样子吧。这样子它的连接嘛，没有什么差别，好吧，就由我们的巴达克来收尾呗。それじゃ、行きますよ。哎，多少？两个辅助1000万，必定会赢的1000万。さよなら、フリーザ様。哎，これは今のバダク。现在的巴达克真的是好强啊！
太猛了耶，大家不觉得吗？虽然说是有那个 supporter memory 10% 的那个 extra 上升啊，但是真的是过好爽哦，这个一路碾下去有没有？哇哇哇哇，超一超二超三超四，穿越时空跟一般形态，哇，在这一次巴达克出来之后了，真的是把巴达克本身提升到一个极限。那么这一张都看上来已经是很强了嘛，那么未来他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极限再觉醒嘛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一张啊，限定的变身巴达克2020的318赛亚人之出来的嘛，就看一下到时候下一次啊，下一次他几时会极限再，因为2019的那一个变身达都还没极限，所以轮到他的时间应该会有一点点的，还需要拉一段时间啊。嗯，期待期待，如果等他极限在的话，整个巴达克队又会更上一层楼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啦吼，他变身之后三连必杀，300多、300多、400多万这样子的左右，大概就是一轮千万。那么如果是极限在过后是可以到777的话啦吼，778左右的话，直接破3000万的机会都是有的，绝对会强啊，绝对会强啦，期待期待。OK 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塔尼，拜拜。